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是三号，我今天朗诵两首诗。第一首《江雪》，作者柳宗元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猿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第二首《镜子》，作者林武宪。我坐在镜子前面，看见以前的照片。小时候的我，在地上爬着，在妈妈的怀里睡着，在爸爸的肩上笑着，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我，低下头看着相片里的我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镜子是现在的相片，相片是以前的镜子。谢谢大家。